钱，然后水灵也加入了台湾好基金会，然后呢，就是可能我们因为我们可能三个就是气味比较相同一点，所以我们就组成了最辣女团，然后分享刚刚两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比较欢乐的歌曲，就是什么呢？好，对，谢谢最辣女团。Yeah! 不管怎么样，先耶。好，接下来最辣女团在越后面呢，节目越精彩。接下来这个人物呢，相对于最辣女团，他对铁花村也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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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铁花村的村长是谁？你们知道吗？铁花村的村长是发哥，你们知道吗？铁花村的村长是谁？铁花村的村长是谁？铁花村的村长是谁？严清标，怎么有严清标？好，铁花村的村长呢，他就是我们的风筝发发哥，他也是从一开村，还有你们应该有看过他吧？你们。在铁花村分享他的那个、yeah. 然后那个 IP 的字吼，从可能从十二现在已经到二十二哦，嘿，拍下啦，好啦，他的 IP 的字很大、okay. 喂，铁花村的员工都上来帮我们，好，发哥呢是铁花村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yeah. 你们认识发哥吗？没有，不重要，大家比较重要。没有没有，我们大家一样重要。Yeah, yeah, yeah. 但是因为你比较高，所以大家都会看到你。没有办法。好。The bigger, the better. Yeah, yeah, yeah. MV 大。掌声欢迎我们的铁花村村长发哥。不过还是要再次感谢了哈。铁花村生日快乐。千有万语了，真的。腰啊！你们那么期待我哭哦。今天不是告别式。我今天为什么要挑这么难听、那么难唱的歌？也刚好这个季节，大家都还在啊！谢谢你们呢，然后无怨无悔的留在铁花村。希望说明年大家都还能够看得到大家在这里，其实我要感谢铁花村的开坛元老，第一个在2010年过完年把我叫回来的杰伦，掌声快点。很不情愿的，最后呢还是来了。我们在这里也共事了14年，还有我去总监我的弟弟智博，他今天特别交代一定要生日快乐，这样。还有我们铁花村的员工老瓦啦，老瓦是我们的长女哈，我们的女神。然后伟霆、嘎令、佑祖，然后还有市民，我们会再继续的，真的。我也想，我也要退休了。喝酒，我们一起来，起来。
是谁的红药片，关心也要叫你来我就给了片。你见过东西不过东哦，把海我那边红啊东哦。拜家拜家你拜家好心拜就阿弟你咋不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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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眼睛啊哟红眼啊出口不要最多的你请到把他打脸给这样压力给杀我用我对你拜哟要对公啊出来拜呀不及我不安安保队三个都是 uncle 的了。耶，谢谢我们的发哥。啊，这个谁要扫呢？怎么办呢？好，因为时间紧迫的关系，我可能在我那个酒精的输出下，我讲太多的话了。然后接下来呢，要上台的呢。